宁愿少吃两斤猪肉，也要存钱买这个三角拖把。中国又出一神器，白活了大半辈子，竟然还在用老式拖把拖地，拖了半辈子等于白拖。我也是用了这个才知道打扫家里的卫生原来这么简单，不要等到家里来客人才知道打扫卫生。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又嫌贵，用了一个月真是后悔。为什么没早点买？用完很脏的拖布，只需要把拖把布轻轻一拆，拿水清洗一下套回去还能用。有了它，家里打扫卫生就方便多了，一抽一拉就能伸长，拖把头能180度随意旋转，像家里的墙角天花板，平时够不到的地方它都能清理。最关键的是拖完换个布还能继续拖，有了它再也不用费劲做清洁了。今日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视频中看到的是什么品质，收到的就是什么品质，你也赶紧买回去试试吧。